cho là có nhanh. Hey. Papa, come.
还是会常常回来做健身教练，只要你肯，我的身体让你。离开了就不要再回来。他刚才用我的身体触到了我，然后就自己走掉了。我问他去哪里，他也不说。爸爸，有点怪怪的。总有一天，我也会经过那里。导演，导演。什么三十三十三十了？其实从来都没有介意，是不是？爸爸，我只知道，阿凯，我们在一起，我每天都很开心。我从来不觉得寂寞是一件很可怕的事，直到我遇见你，是你改变了这一切。但是你的目标不应该是我。哎呀，失败！哎呦，可以给你未来的人。妈的，不要再浪费时间在我身上。妈的，这，哎，哎呦，你们看到小芳，但是你会一直活在这里的啊。是是。小心，小心！我爸爸要我，我爸爸也要。世界有太多不理解时的行为，是无力还是愧都没有那么的绝对，用人性的沙漏来判断这一切，半夜敲门闭上眼，实力还不够变成人渣的作风，一个两个冤魂拼了命想要脱梦，运气不管再小会积少成多，准备要天翻地覆，你看到海岛海岛 till you think there's no more and they come back right around， 四面八方快受不了，危险随时咆哮，因为他们是吵架的命运却说好，只想尽快接受。Thank you.
傍晚6:30。联合国气候大会与会各方对淘汰化石燃料存在分歧，期待下周二闭幕前取得进展。滨海湾花园设75万元花园育苗基金，协助低收入家庭孩童提升语文和阅读能力。本地每月约50名病人等待骨髓移植，但捐献者当中有1/3或临阵改变主意。收看狮城6:30，我是丽婷。滨海湾花园设立75万元的花园育苗基金，协助低收入家庭的孩童提升语文和阅读能力，同时呢培养他们对大自然的兴趣。预计未来的3年内，将有超过10,000名孩童和家长受惠。为新设立的基金主持推荐仪式的总理公署部长英南妮同数亿家庭一起参与互动性的故事阅读活动。花园育苗基金由陈义福以个人名义捐款资助。这项基金资助的语文和阅读活动主要围绕大自然和可持续发展课题，让年龄介于4岁到8岁的弱势家庭儿童和他们的家长参加，并通过互动活动促进亲子关系。We have tailored programs for children from low-income families to introduce them to nature, as well as to do some developmental work related to language and literacy and social skills. 新基金还会推出其他活动，包括了为低年级学生提供辅导，帮助他们提升英文能力，同时举办户外游戏寓教于乐。Every time when they start school, they will be talking about where they have been.I think even though we are not as privileged as many others, we actually get to go for these programs, which helps her to feel the same as everybody else. 活动每个周末会在滨海湾花园的花园学院举办。石油输出国组织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提出拒绝任何以淘汰化石燃料为目标的协议，引发了各界抨击。不过峰会主席贾比尔和最大石油进口国中国都表示有信心的在下周二大会闭幕前有新的进展。由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地区多个岛国组成的联盟表示，没有什么比化石燃料更可能危及地球上所有人的繁荣和未来，因此呼吁各国做出更强有力的承诺。欧盟也抨击油轮的举动。To basically pay attention to our narrowly defined national or financial interests, that this should be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of fossil, and we all have to acknowledge that this.严重依赖化石燃料的中国尚未明确表态是否支持淘汰化石燃料，但警告各方没有达成共识，大会就难以取得成功。中方正努力寻找解决方案。大会主席加比尔也承认，目前分歧多于共识。We are making progress, but not fast enough, and not satisfying enough. My message to parties this evening is very simple.Work faster, work smarter, work harder. 气候大会场外继续有示威游行，参与者要求停止使用化石燃料并实现卡萨停火。来关注以巴冲突，美国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会议上否决卡萨的停火协议后，以色列下令居民撤离卡萨南部主要城市汉尤尼斯，并展开猛烈的袭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他也会在以巴战争中偏袒以色列，认为联合国有必要改革。经历以军2个多月的轰炸后，卡萨城到处残垣败瓦，一些建筑仍冒着滚滚黑烟。以军则在城镇中央插上以色列国旗，并由坦克在周边巡逻。以色列在星期六发布视频显示，以军在接到情报后，向卡萨北部贾巴利亚的哈马斯激进分子发起针对性的攻击，双方随即爆发激烈枪战。军负责人透露，在由以军在卡萨
萨的战斗中牺牲，但有迹象显示哈马斯正在瓦解。另一边，哈马斯也发布一段经过大量剪辑的视频，宣称哈马斯人员与以军持续交火，并用火箭炮攻击了以军的装甲车。卡萨南部的医疗困境接近崩溃边缘，不断涌入的伤民导致当地医院不堪重负。卡萨地带卫生部表示，当地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7000人，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联合国的数据显示，卡萨地带的240万居民当中，有190万人被迫逃离家园。而随着战事逐步扩大到卡萨地带所有地区，这些居民已经没有容身之地。菲律宾和中国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海域再起纷争。菲律宾指责中国海警船向三艘菲律宾船只发射水炮，并与其中一艘船只发生了碰撞。中国则强调菲律宾船只是非法闯入，中方只是依法采取管制措施。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今天表示，两艘补给船和一艘护航舰艇在阿云金礁，也就是中国称为仁爱礁的争议海域，遭遇两艘中国海警船只。结果中方海警船不但发射水炮，还与其中一艘菲律宾船只发生了碰撞，导致船只引擎严重受损。中国海警则通过社交媒体微博表示，菲律宾船只严重侵犯了中方主权，其中一艘船还不顾多次的警告，故意冲撞中方的海警船，导致发生刮蹭，因此呢，责任完全在菲方。啊，你走啊！和中国近来在有争议的等，区议会选举截至下午5点半，投票率达到21%。香港特首李家超上午到投票站投票，并呼吁民众也踊跃投下手中一票。我哋完善咗地区治理体系嘅区议会咧，选出嚟嘅区议员都系会符合我哋香港整体利益，唔会背叛我哋香港利益、国家利益，亦都会系照顾好地区嘅利益嘅。这也是选举制度改革后香港首次举行仅限爱国者的区议会选举，候选人需要事先通过国家安全背景调查，并获得清政府委员会的提名。外界解读，这实际上是将受欢迎的民主派候选人拒之门外。下节新闻还要告诉您，卫生部长王以康表示，政府将努力改善中医师的就业条件，提升本地中医水平，推动中医、西医一同发展。呼吸道感染病例攀升，中国当局要求公众进入高风险场所和重要机构时佩戴口罩。香港表示，暂时不会实施边境筛查措施。基本上这些加强版措施呢，可以帮助低收入的家庭应付物价上涨和消费税上调所带来的所有额外开销，同时也能帮助中等收入家庭应付大部分的额外开销。
Thanksgiving wins. You could be one of Pizza Hut's three lucky winners to enjoy free pizzas for an entire year. Simply keep an eye out for a golden ticket in your pizza box when you order any cheesy bites pizza. And that's not all that's giving. It's giving cheesy indulgence. Feast on Pizza Hut's new package cheese.你吃好了，到你了，到你吧，吃饭去。你吃好了，到你了，吃好了，到你了，你再把它到你了，你下边把它到你。我再没你啊，你，我把它到你啊。那哥啊，再没你。要好要好要好。你再把它抱抱去，大哥啊。嗯，你叫林俊。爸爸你我很爸爸我这个上网购买礼物我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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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新传媒主办 Context 云的乘客为您呈现携手以下合作伙伴 KFC Cloud Chicken Sale is back from now to 12 December save more than 45% multiple coupons available don't miss the KFC Cloud Chicken Sale and grab your coupons on KFC.com.hg now Nippon Paint orderless with you and新加坡最受欢迎的油漆品牌。欢迎回来。卫生部长王以康表示，我国正致力于改善中医师的就业条件以及提升中医水平等方式，推动中医和西医一同发展。卫生部长王以康在第十三届亚细安中医药学术大会上表示，如果能在糖尿病患者出现并发症之前，透过中医所谓的阴阳失调的现象提早进行预判，将可优化糖尿病的治疗，达到健康 H 计划中治胃病的目标。部长也说，政府目前正同中医团体讨论如何能让中医师更好地支持健康 H 计划。卫生部将推出中医师职业发展与薪酬指导原则，由各家中医机构组成的工作小组以探讨中医师的职业和薪酬，并共同制定中医临床职业的结构化职业发展和薪酬框架，以增加刚毕业的中医师对专业前景的信心。王以康还表示，中医管理委员会正在审查监管框架，以认可资格较高或是有能力的中医师。在新加坡，每三个人当中呢，就有一人面临患上糖尿病的风险，而每三名糖尿病患者当中呢，就有一人患有眼睛疾病。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就是其中一种并发症。医生建议糖尿病患者应该定期的做眼睛检查，同时控制好血糖和血压，以防止严重的视力丧失。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主要是因为糖尿病控制不好造成视网膜受到损伤而引发的并发症，是当今青年人和中年人失明的主要原因之一。刚开始时可能并没有什么症状，所以大部分的人不会觉察已经患病。超过20年的糖尿病患者都会有某种程度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应该每一年做一次扩瞳的全面眼科检查，或者每年至少做一次视网膜的筛查，可以到综合诊疗所参与综合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计划，就可以知道是否患有眼疾。营养师则认为，公众在进入高风险场所和重要机构时应该佩戴口罩。香港类似的病例呢也呈上升趋势，但港府表示目前不会实施边境筛查措施。香港呼吸道病例从八月的约50起增加到上个月的约170起。随着跨境旅游增加，有专家建议筛查有发烧症状的入境旅客，但香港医务卫生局长表示暂不考虑实施这类措施，因为目前呼吸道疾病的死亡率较低，当局也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
我知道專家提出的是一個對於一些未知的病原體啊，即是可能會發生的一些病原體，會不會做多些採樣，能夠令我們早些去到法國，但是我們要付出一個代價。面对呼吸道感染病例高发，中国疾病预防控制局发布通知，要求公众在进入医院、养老机构以及托儿机构等感染风险较高或是比较重要的机构时应该佩戴口罩。当局也建议公众在乘搭公共交通或进入超市等人员密集场所时也最好佩戴口罩，以降低交叉感染的风险。我们常说呢，音乐可以治愈人的心灵，因为呢，优美的旋律可以舒缓压力，让我们的精神感受到愉悦。但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一家儿童医院呢，音乐真的成了治愈人心的良药。院方给年幼的病患播放舒缓平静的音乐，以便稳定他们的心率，而且呢，治疗效果十分的显著。伴随着美妙的歌声，柔美的旋律，仅有十周大的卢比下一秒便渐入梦乡。由于卢比心脏严重发育不良，他自一个月大便开始接受音乐治疗。She feels nice and relaxed. She goes to sleep very easy, very calm. Her heart rate does come down, and yes, she's a lot more stable. 这项音乐疗法在昆士兰儿童医院已经实践了30年。音乐治疗师演奏的平均曲调，萦绕在医院的走廊上。仅今年就有750名儿童患者从中受益。We actually receive referrals from doctors, from nurses, from other allied health in the hospital about children who are having difficulties with being in hospital. 除了协助病患稳定病情，疗法也激发了患者对音乐的热爱，让患有男性纤维化的艾薇立志成为音乐家。Had a love for music, and just recently, the last 4 months, we've been able to get guitar lessons at home. 虽然艾薇目前还是经常入院。Yeah. Daddy, do you have to see me brush your teeth? I see before you leave. That is the different one. That is the different. Oh. I do always brush like, but now it's different. Now it's different now. I learned my lesson now. Oh, what's the difference? Now I know.So you put inside. Okay. I also pass it up. Oh, good.